二天，我们来海岸先练车了。我们今天的驾驶员是露露小宝贝，还有乘客噔噔噔。大家现在心情深感紧张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接下来就是开始去。开始不要踩太快，慢慢试，慢慢感受一下了。这个调整了吗？位置位置先调好来。那个位置可以吗？两个这视镜看得到吗？看到。好，照后镜。你可以试一试，调整看看。你可以自己试。好，再见哦。好，可以。好，再继续开，一直开，开一直开到底，左转。啊，注意红绿灯，注意两秒的设置。哎呦，鲁鲁很稳嘞。我们等一下要换二号驾驶员来，请问一下这位小姐，感觉如何？等一下，请不要怪我。他已经有先说了，万一开不好，请不要怪他，没关系。我们等一下二号驾驶员玩，来三位压轴，等一下会登场。我不要，我不开，要断。换驾驶员喽！好期待哦！如何？刚才开了，感觉如何？很棒。那你对于二号驾驶员？我真的看好，没错，真的还是不想开。那个镜头的，有啊，有啊，有啊。怎么样？有啊，我刚才感受。如何？太平洋，很棒。换，如果你看天猫车要注意，如果我个沙滩，然后阳光，然后那个帐篷，不是帐篷，那阳伞、躺椅、椰子，哦，好棒哦。不是夏威夷。